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昨天呢，我们。昨天我们玩了一个惊悚坑坑游戏。成也猫咪，败也猫咪。我们昨天选了一个坑坑游戏，主角是猫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样对猫下手。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猫咪的不恐怖游戏。或者说，猫咪可爱游戏。这里面毕竟有一只猫咪，但是。这样也才9只，但是看起来这边要有10只猫咪的。干嘛？13626121。好，这个感觉是轻松简单的游戏，但是我想把声音调小声一点。还是我们搭配叶雀食堂的那个声音好吧？我觉得这样感觉还不错，搭配夜雀食堂的音乐。这感觉比较像是手机游戏，就是比较简单的。还有收集品，原来是，原来是安尼啊。感觉是一个难度不高的点击解谜哦。轻松向，轻松向，是好事儿。这啥意思？
什么一个球？这么复杂的吗？哈哈，我就知道箱子里都是猫咪。这个难度不会一直都那么低吧？这个其实可以设计得很难。感觉这个玩法至少感觉可以用很多次。里面有一只被关住的猫咪，这我们是不是要把四面墙都翻开了呀？放猫猫出来，放猫猫出来。可恶。我捡这东西是要干嘛？下来怕不是只剩骨头。那也摸出来。猫猫别慌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等我，这四只狗头。
这些狗头人应该有个什么，不是狗头，这些狗头应该有个什么用吧，不会就只是普通的狗头吧，这我可不信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那现在就只剩下上面那一只啦。上面那只跟我刚刚捡的那个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关联？又好像没有。那我刚刚捡的是什么东西？普通的收集品。丢一个什么球进去吧。这玩意儿应该有个提示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很快就放你们出来，等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。星星，这应该是这里吧。是下波浪根，等一下。月亮跟星星，哦对，不开，看感觉要把所有的火点起来，那我得看一下哪一个还没有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形状？
有没有还没点起来的火堆？你们自由了。这是要所以我还差一个这个东西，感觉可能也是要这样解。比如说，好像不是啊，觉得应该是一个小小的。这个小纸片到底是要干什么？就会在旁边的地上呢。这又是一个眼力大考验的游戏。到底在哪里？应该会是一个菱形的，嗯，那会是一个菱形的黄色的东西吧？啊，那好像没有东西嘞，而且我小碎纸片也只找到两个。是在底下找到的。到底藏在哪？好像没办法点其他地方，肯定应该是在这附近。放了年假之后上班，感觉好困。年假之后上班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嘿嘿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吧。
觉得我也要一边吃点小点心。趁我的猫咪在旁边睡觉。嘿，是鲨鱼，鲨鱼先生。猫猫们躲得可真好。是只有造型的猫。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治愈了，我只能说这个游戏。昨天那个游戏是什么可怕的？阴森也是治愈啦。昨天是导致忧郁。好像每关都可以找到两个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凑齐三个。这边我看过了吧？这个看过了吧？忙完了，你该不会打扫家里之类的吧？我看看啊，下面这里感觉有东西。圈圈，三角，菱形。我感觉我今天有点过敏。有点流鼻水，有点过，但也可能是因为休假休了那么多天，然后突然回去上课，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，也是有这样的可能。放假放多了都会这样子的嘛。我好久没有感冒了，反正不可能是确诊。喵。我对早起过敏，我对上班过敏。就是需要记得解密。我是有点想继续睡，但想说算了，我反正播一下呗。花斯丽斯啊，这是要干嘛呀？等一下，想太多了。做我们这行
是原则上最好不要生病，然后也没有所谓的试驾，基本上尽量都不要。我就说啦，我这么久以来都没有，我这么久以来基本上没有请过病假，试驾倒是请过，但真的没有请过病假。哈，这我就要告诉你，毕竟我是无常实况。我实况可是不收钱的，不收钱的东西想休息就休息了，我跟你讲。像我看那种有一些那种专业的实况组，他们就是有跟平台签约，那有跟平台签约，如果你没有按照那个没有做到签约的时数的话，应该就会扣钱。至少我之前在看那个星际比赛的转播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真的假的？但是订阅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就是个订阅吗？ Oh my god, what's this? Oh, like this. 降降降降，住手，放过那个猫猫。那我还差一个叶子形状，桂冠叶形状。就反正我们这个也是做着玩，这东东是要干嘛？哪里有提示这个东西要怎么那个呢？看看我们电脑提示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真的，我觉得做实况真的要把它当成事业来做的话，那至少要好好的剪辑，就不能是像我这个样子，就是随便播播什么的。应该是针对每个游戏，然后要把它的攻略剪辑出来。至少我觉得，如果真的要做职业的话，应该要怎么做？但是我没有要做职业，所以就不管这种事。奇怪了，那个机关里面应该是有一只，那还有一只在哪呢？那应该不会重复利用同一个机关才对。大部分应该还是做兴趣的啦。我会比较觉得做那种就是针对那种就是针对主题，然后做成一集那种，做成一集二三十分钟的那种视频，我觉得这种是我会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比如说我就以后我来开一个就是张小颖说故事之类的，就念故事书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实况节目，就我就来念故事书。
不是这种那种睡，这个以前小时候都会听睡前故事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干嘛？我还真是。看看啊、哦，为什么这边就这个没接上？你说我做张小颖说故事吗？也没有水好吗？根本就还没做。奇怪，为什么这边是没有连接的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有看过那种实况，它就是讲那种案件，就是那种什么重大刑案什么的。他就在讲那个案件故事的，那个那种也有人住啊，他就找那种刑事案件，然后用就是念的方式，哎。好吧，那看来真的只剩下这个东西了。这个东西我得想想，这个是要这个玩意到底是要干嘛？我在哪里有看到像这个样子的图形？我们在哪里有看到这样的图形？这个看起来不太像，这个还可以弄掉。总不可能跟上面有关系吧？感觉是没有。这玩意儿会不会有关呢？四个角可以考虑。我就想到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在那个巴哈看到有一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况，它的蚂蚁生长，我没点进去看，但是我有点好奇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实况蚂蚁生长，居然藏在这里，那难道刚刚那个是障眼法吗？哦。不是这样吧？哎，如果我也播我们家猫睡觉，那我也可以播我们家睡觉。我们家猫那么可爱的，我也可以播我们家猫睡觉啊。不行吗？我觉得猫睡觉还是很可爱啊。
关起来了。我好像有印象，好像有，似乎有那么印象。放开我的猫咪，放开我的猫。这是什么滑中道吗？意图想骗我玩滑中道。亚马逊不愧是网络四大巨头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这绿蓝色的是二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这两个好像是一个是五，一个是六，但我不记得哪个是五，哪个是六了。这是 R， 四个的是 A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，不知道到底是要把那颗东西移到哪里去。这也没什么关系。这个吧。
是要干嘛？哦，要到这里吗？这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好哦，哦，这个结果，这个结果，结果这看起来像一个一个湖。这个好啦，那现在下这玩意了但是我不知道要把它推成什么样。到底我要把它推去哪里啊？这是这样子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找找。感觉玩这个很容易睡着。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对照，让我知道我要弄成什么样才对。应该有个对照，只是我不知道对照在哪，但是应该有个对照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也是有可能。但是你不觉得这种点击解谜的这种类型的游戏特别让人想睡吗？就它也没有什么剧情刺激我的那个精神都没有啊，充满了安宁的气氛。如此安宁，我都要被送走了。上面那个人跟你没关系吧？我现在需要是一个对照，告诉我说我现在到底那个图我要推成什么样。没有对照，我不知道我那个到底要干嘛。而且说实在，这三个也只能这样子移动，他们也不能移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关键还是我这颗玩意要去哪里吧，是吗？不可能啊，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。火车解谜？什么火车解谜啊？哦，你是说那个？但那款不是很难、很复杂吗？不是，重点是那一款好像蛮无聊的吧？那好像就只是一个线路板让你在那边调配，
那个应该真的会玩到睡着吧。我好像有查那 你说这个游戏，但是我觉得这种界面的游戏可能不是我的菜。一开始啊，什么就这样？一开始你可能你也觉得很无聊，然后玩一玩发现真的就很无聊，是吧？骗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，就是闷到爆炸的游戏。有顺序的吗？那是有顺序的吗？等一下。在干什三个磁铁是吧？这个字谜我仍然不知道是干嘛。这边就有一只小猫咪，啊，刚刚在旁边的那个图案，方形的、菱形的，这样吧，哦 FAROS， 哇，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坏掉了。坏掉了吧，这个。这坏掉了吧，糟糕。好像坏掉了。
糟糕，坏掉，它全部挤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这个绝对是故障。这个是要弄成什么样子？有点。有点搞不清楚。为什么不能动呢？哦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拿到一根指针？要把色涂满吗？像这样漂漂亮亮的，来弄一下。最上面，哎，这有谁干嘛？完蛋了，现在这个身边那一只应该是被我困住了，那只应该坏掉了。哎，这是我随便捡捡就过了吗？等一下，
还是否还差一节？我感觉这支舞放不出来了，因为它那个被我玩坏掉了。怎么办呢？这个被我玩坏掉了，这个不能再塞回去吗？啊，怎么办？这个坏掉了，可恶！尴尬。对啊，那个应该是坏掉了吧？差这个哎、欸，怎么办？糊在一起了啊！可恶，没办法，这关卡没办法过啊！哎，糊在一起了啦！啊，糊在一起了！可恶，好气，那也没办法。怎么还有这种 bug 的嘛？想，应该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居然还有这种 bug。不小心玩坏导致无法破关。真是居然还有这种 bug， 真的是我真的是怎么想象得到呢？这个我就还好，这个谜还没有什么真的很复杂的谜，不然的话，哭死！这个是。
我觉得我们估计这一关打完我们就休息吧。好困啊，这个游戏打着好困哦，整个就撑不住哎。现在我这礼拜好歹好好的实况了礼拜一礼拜二的分上，今天我们就早点休息吧。我这礼拜可是礼拜一礼拜二228连假还是有实况哦。哦，这玩意儿挺烦的。对，他成功的让我想睡觉。这是一款成功的游戏，就催眠的角度来讲。这几个，哎，好像还少一个。看看啊，这个是排在哪儿的？哎，排在哪儿？还有一只在这儿，但是我们应该打完一个章节吧？奇怪，这是这已经是另一个章节了吧？主要是它的难度其实就不高。它的解谜难度其实就不高，就也没什么解谜到，它就只是花人家的时间而已。应该就是手游，应该就是手游那个吧，手游移植的吧，我在想。对啊，它肯定就是那种手游，就是让你用来打发时间的游戏，所以它也没有设计的很难。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们昨天玩了一款这么阴森的游戏，所以我坚决我今天要玩轻松的。二三五四，这种数字我转头就会忘记，还二三五四，转头就忘。那我觉得我搞不好等一下又要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游戏。对，没想到轻松过头了。一开始只是想找个普通的轻松游戏的，觉得你看这种游戏，它除了花我的时间以外，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色是圈圈，蓝色是三角形。你看这个完全毫无难度。
就是在手机上玩，应该就真的还蛮舒压打发时间的。我们目前没有看到钥匙孔在哪里。门吧，不对，门在哪？门呢？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吧。这个游戏玩起来太催眠了。我决定我要找一款新的游戏，我们礼拜一来玩新的游戏吧。这款我觉得这款是给小学生玩的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，我们礼拜一再继续咯。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